无限 FD 有口皆碑。巨蛋办我的末路狂花的演唱会。对，然后买票了吧？然后他们就跟我说，高雄人买票都比较慢。哎，你们为什么买票都很慢？卖手机啦。他们是慢活。哦，慢活。虽然慢，但一定会买，对不对？因为可能我之前都没有来高雄宣传，是。然后我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跟高雄的朋友见面，他就是见面，你知道怎么样吗？怎么样？三分情。是。三分情。对，然后就可以去买我的演唱会的门票，在三月这样。三月。而且不止见面三分情，你今天跟他们度过一个非常漂亮很有气质的大提琴手，他叫做 Sylvia， 他讲话就是太有气质了，叫做 Sylvia。 Sylvia。 然后呢，每次演唱会就是根本没有人要看，我就一直要看他，就真的帅哥，太帅了啦。怎么样？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我跟你说，我们刚刚有去后面做那个不知道是为什么速度转那么快的那个摩天轮，哎，好快，你这么悠闲哦，好好哦，好棒，我好想去开赛车哎，对啊，我觉得那个摩天轮好快，那个其实不是，那个是草衙道的一个地标叫电风扇，真的很快，真的很快。我们刚刚有去做电风扇，对，然后就觉得蛮好玩，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吉他手，他是韩立卡，嗨。那这边我们现场就要交给你了，娃娃。哦，好啊，我已经准备好，我要好好表现。是是的。再次掌声跟尖叫声欢迎娃娃。好，想必你们心里应该都非常的兴奋跟开心。感谢您的观看，请参与我们的赞助计划并订阅我们的频道，掌握最新影片动态，所有影片版权所有禁止上传中国网站。Thanks for watching. Please participate in our sponsorship program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ll video copyrights reserved. Uploading PRC websites is prohibited.